OK， 干碎他！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泰坦就挡着一个钩子。野心需要适时的约束。谁他妈魔法盾啊！谁他妈给我造的魔法盾？哇，很难受。哎呦！飞到南薄去了，南薄当时离我最近。飞到南薄去了，可惜啊 ，A 错了。他一记学的啥呀？这个没学够吗？我不太记得他学什么了。还说他一级学 W， 这样咬我也不痛的。给他一道不灭拉开，没事，这点血量他可以接受。这 W 还没 CD 好，一回去 A 他一刀。双杀，一战成名。他们那个螳螂有红 buff 在烫我，所以我们这波果断一回去踹他，晕住他。重点出盾。哎，他红 buff 在烫我，你们知道吧？这螳螂以为他自己不会扛塔，实际上被我晕住的那一瞬间，他就已经在扛塔了。配合我们一技能眩晕，直接两下平 A 给他拿下，防御他两下平 A。鳄鱼不是被小明拿的，就防御塔。鳄鱼扛了很多下塔，扛了3下。再讲。男生要来了。起飞了。
形象好快啊，鳄鱼。不过有个炮车，这波线也不会亏什么。是我来吃吃吃，我们一起吃。没有，我在思考那个炮车，我在想想看炮车刷新了没，看看炮车它那个扛防御塔伤害有没有改。好像没有改的。为什么这把乱杀呀？因为这把要乱杀呢。我们这把需要，看一下炮车，1160连血，每次受到外塔射击。啊，反防御塔袜子，还真是叫反防御塔袜子。虽然有点异味，但是效果拔群。四号，这个干脆直接叫四号。那必须什么叫夸夸讹诈呀？主播喜提 DS 版。防御塔好像没改吧，防御塔还是那样，就相较以前来说肯定是有改动的。感觉从那波塔下双杀开始，这把游戏早就结束了。就要当妈，不怎么有人。但不会很怪吗？芥末吗？这不会很怪吗？太变态了吧，有点。
说你怎么面对我，只能从头要开启到。怎么就拆家了呀？下路防御塔也在被狂拆。